检测无症状感染者300名，最终密切接触者1174名，其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。对无症状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均进行了医学隔离观察。 本次集中核酸检测费用由政府承担，通过集中采购降低成本，整个支出大约在9亿元左右。通过这次筛查，换来了全国人民的放心，武汉人民的安心，这笔投入是完全值得的。